家想不想要感受穿越空间，甚至呢是穿越梦境来展开奇幻冒险呢？现在呢就有这个机会咯，就是这一款天境 Online， 就是要你呢可以打破空间限制，甚至呢他们还首创了 5D 全空间的战斗系统。听起来还蛮酷的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令人惊喜的地方吧。台湾制药日前宣布，取得玄幻武侠大作《天境 Online》台湾代理权，推出以梦境系统为主题的大型线上游戏。《天境 Online》是以梦境系统贯穿全游戏，在中国大陆营运已经超过一年，其华丽流畅的轻功、波澜壮阔的世界美景、全空间无障碍的战斗方式，更让玩家爱不释手。而制药也表示，今年第三季将让玩家体验到玄幻武侠大作《天境 Online》。而这款游戏打破传统空间的全新概念，首创 5D 全空间战斗系统，360度无死角的畅快体验，保证让玩家轻松遨游于天地之间。玩家还能在空中进行战斗，随时发招进行对战。另外，游戏原创的梦境系统，让玩家能够自由穿梭前世今生未来，